当我们思想神的爱，就一定会浮现一个画面，救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耶稣他本无罪，却为我们的过犯受苦。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什么样的爱让耶稣愿意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救赎我们这有罪的生命呢？也许穷尽一生，我们都无法完全明白。然而，已经领受救恩的人，要让耶稣十字架牺牲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延续下去。因他为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代价，为我们的过犯受死，我们白白得着了神的救恩，要格外珍惜生命，常常数算主恩。基督徒们要彼此相爱，寻求合一，在世上做光做盐，成为见证。不论生命遭遇何事，都要记得主曾为我们受死并复活，使我们可以靠他得胜。让我们在生命的路上彼此扶持，一同颂赞主奇妙恩典。全身
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诗篇143篇第5、第6、第10节。